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姐，嗓子怎么说不出话了？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呀、啊。让我来想想办法。不如你像我一样唱歌。面包超人，超人，超人。不行不行，这样肯定不行。这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来找好朋友金宝帮帮忙吧。金宝，你快来！金宁姐姐的嗓子说不出来话了，她没有办法帮你打电话。好的，我马上就来。嘿呦嘿呦嘿呦，面包超人，我来了。金宁姐姐怎么样？金宁姐姐，你能试着说你的名字吗？不能啦。我是金金姐姐，不可以。糟糕，金金姐姐真的不能说话了。让我来想想办法。面包超人，你觉得如果金金姐姐吃一些辣条，会不会就变好了？金金姐姐，我这里有辣条，你快尝尝。我刚刚已经试着让金金姐姐唱歌，不过不行。不然就试试吃辣条吧。辣条，让我来试一试。姐姐，你吃的还不够多，你要多吃一点，这样你的嗓子就会有反应啦，说不定就会可以说出话呢。怎么办？面包超人，金宁姐姐好像情况更糟糕了呢。我们两个好像闯大祸了，怎么办？有了，我们赶快带他去找鸭博士吧。晶晶姐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鸭博士医院。你怎么讲不出话呀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天哪，你都讲不出话还吃辣条，这也太荒唐了吧。生病了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哦。你这样的话只能通过吃药了。
我现在给你一片治嗓子的药，你要乖乖的吃，记住千万不能在生病的时候乱吃东西哦。 OK。 好、哦把病快速的治好，太喜欢你了，谢谢，我以后可再也不会乱吃东西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有生过病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希望你们永远都不会生病哦，拜拜。